家人们，我要比鹅熬制一小时了。可以，可以，那咱们先去洗个头。好了，这边你。来，看一下头啊，对喽。你给我抓一下后边吧。前面没洗泡，等一下。为什么没洗泡？你说哪个护发素啊？不会吧？等我看一下。哦，护发素。不是很影响我，不是很影响，不是很影响。问题是什么？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不是有人好吗？我是谁？理发 King。勇敢的走这一场恶斗。来，先给你吹个头啊。好。我听说这个吹风机是能把头发立在里面的那种，是吗？你问我？这不是你们店吗？考一下你嘛，是吧？啊。他刚来吗？哇，还行吧，来这儿有一段时间了，只是不怎么出手而已。不用，接着再讲吧。嗯。其实是拿你练个手，所以不是我先拿这个刘海练个手，然后我把它设计成满意的情况，我直接按照你的形状，直接就剪成那个形状了，是吧？对吧？难想吧这样做的。对，今天想剪个什么样的发型呢？来这里，就是首先就稍微齐一点，就跟这个差不多这种类似感觉的，稍微齐一点。对对对，打薄一些，打薄一些，然后就是空发刘海那种。我懂了，就是那么。我们店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奇怪要求的顾客，我们为此为他们特地准备了一套道具。你需要先把这个架戴在你的头上。跟你店长换个人吧。这是我的职业。好，开始剪刀。给个好评呗。记得出去跟店长表扬我一下。我觉得态度是挺好的，我待会看剪的怎么样。哎，你们店剪坏了头发赔钱的吗？赔啊赔。现在可以睁眼了。你觉得你的满意程度是什么样的？等我。这是你想要的效果吗？太短了吧！我要剪到这儿，我再给你接回来。你给我接回来，我再给你接回来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叫店长来换人吗？你见过有刘海脱离你脑门的吗？相信我的技术，还是很秀气的辣目洋子。现在我们辣目洋子在你心中就是这样子是吧？啊，没有啊。非得给我做个新干啥呀？哎呀妈，这个新完美，这个调整一下。我要重复它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效果满意不？不满意。今天这能不收我钱吗？啊？